哎呀，前段时间买了个这个东西啊，我要给飞行员剃个头。来。啊，就这样了。哎呀，我笑死了。来来来。就这样啊！哦，干了，干了，能打不能？我没得，我没得，叫他给干了，那家还叫当面？我没得，不养。哎呀，就是刚才我把那个飞机员的头踢成这样，阿姐跑不出去了。阿姐，阿姐，这么嗨吗？他说我弟弟太丑了。三弟了啊，妹子。哎呀，我笑死了。那刚才交给哥干的。阿姐，阿姐控制不住情绪哭了，想给老婆的打老婆吗？我都哭了。哦，安了，老弟，这里还有点点，哎，这个拜拜拜拜拜。好了，沙土，来看一下，沙土沙土，阿姐不嗨了，今天是想过一下瘾啊，找两个小朋友剃个头，这里还有个，妈咪，今天整个嗨了，嗨。男女们，男女们，我们的我们不见，肯定不见，我们的。老妹妹，还有点怕，你看这个不好看。两只老虎啊叫了，小舅子这个发型是老丈人先生，然后我再剃了一半，我现场教学，我也不会啊，给他剃了一下，然后再让丈母娘来。经过了三位老师傅的修剪，不知道等一下会变成什么样。我感觉我们这边剃的还好看一点。今天不割干面哦，给你拿，给你拿，给你尿尿的。讨厌呢。还剩下个六十九，然后我们送快面小六十九，烘烤一块两万一碗，两万元一碗，溜溜球的，搞定，快点，溜溜球都吃塑料了，完成了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溜溜球，算了，哎呦，这大块，看一下嫩，我给你，哎，好看，看一下你。完成了，兄弟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大年初三，天气不错，闲着无事带他们出来体验一下摘草莓的乐趣。嘎，嘎。就去改呀、怎么没人呢？自助了吧，来自己拿自己拿。
你呢？你呢？剪子带吧。小草帽，哎，这个冲天炮。帽子戴一个。对吧？他晒不背的话。帽子戴一个。那、进去之前呢，我先给你们讲一下啊，他这里是按公斤收费的，按斤收费，第二个就是不要随意尝试啊，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践踏里面的果苗，听到没有啊？我来出发。嘎嘎，你了嘎。这是分区域开放的是吧？哦，这个意思。哦，随便摘是吧？多少钱一斤呢？30。坑罗三 C。坑罗三 C。好了，不要发朋友圈了，赶紧干活。可以随便吃吗？当我废话。主播皮皮有没有男朋友？我老实告诉你，他没有男朋友，但是他有老公，他老公会打死你，我跟你。哼。阿姐有捞米不？不米。不米啊？米，这个俺不米不给他。抢我问问呀，哪一个？啊！哇，他发现一个大的，大不大？哦，这个是最大的。哇！哇哦！你想吃就吃嘛！哎呀，哇，皮皮好会摘哦，他摘的都是些好大颗的，看到没有？哇！你果然是一口一个，我靠！你又偷吃嘎？我这个视频都不敢发出去，人家让老板娘看到了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哈哈哈！阿姐今天又，阿姐偷偷的躲在那里，不知道干嘛。哎呦，阿姐，喂，今天又，果然是还是偷吃的感觉好，是不是？阿姐，你在干嘛？可不能偷吃啊！我们要做一个好人，嗯。哇，好香！哇，这品质真的哦。这里现场采摘的话是30块钱一斤，然后到市场里面去买，就是新光夜市那边去买是15块，对，直接买，当然没有采摘这种乐趣嘛。而且你看我们摘的，这品质相当 OK 啊，真的啊，这里得给。老板娘做下广告。阿姐，你的晚饭都不用吃了。还说我没干嘛？别掉了！我靠，他摘的这一篮都好漂亮啊，全部都是非常大个的，看到没有？颗颗饱满。但是这个就有一点，这个是不是你在路上吃的？啊，你看他这个都不浪费啊！你就是传说中那一位漂亮的老板娘。是他们不漂亮吗？都漂亮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进去打了个嗝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是我中午吃的太饱了。这个篮子是送的吗？120。可以支付现金吗？我因为手机在录像。皮皮，
他是放那边的，知道吧？不拉了。他说你像老吴呢，俺不。你漂亮还是他漂亮？他漂亮。谢谢姐姐啊。那走了，老板娘。那我等一下要不要去洗胃？好了好，开玩笑的啊，走了，撤退了，谢谢啊。再来，谢谢，拜拜。